进入测试界面。然后我们先准备好一个样品之后，把这里旋开，旋开之后把它抬起来。抬起来之后，我们要先贴一层双面胶，贴到这个试样座上面，要对齐哦。之后我们把双面胶上面的这个离心膜撕掉，撕掉之后把我们准备好的样品贴到上面，然后再取一层双面胶贴到样品的上面，然后把上面这个撕掉。现在的状态就是一层双面胶，一层样品，一层双面胶，然后我们需要把多余的切割掉。把这边多余的把它切掉，两边都是哈。切掉之后，我们把刚刚拿下来的压试样块再把它放回去，然后两边的螺母旋紧，旋紧之后这边按一下敲压，一般等个3到5秒左右退压就可以了。用这个 C 型块这里推过来，卡在上面，卡好，卡好之后旋开两边的旋钮，把这个压紧块拿起来，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准备好的一个样品，5个样。我们现在就把它分开，用美工刀顺着缝切下去就可以。这样就是一个标准的样品。这个位置，要这个方向往左边推到底之后旋紧，旋紧，然后这里固定住。现在是 A 档。A 档是0到500焦每平方米，然后还有 B 档，一般先用 A 档测 ，A 档打不开的话，再用 B 档就可以了。那我们就用 A 档按测试，再按释放。按测试，然后按释放。开了拍一个。还有一个。